一起来欢迎今天在我们的旧山 JK 会出现的两个朋友是尹尚贤和崔智友，掌声欢迎！哇，我们要请他们两位呢，跟我们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来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崔智友。大家好，尹尚贤，你米的。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比较难念，尹尚贤。尹尚贤，尹尚贤，对，好，那因为崔智友小姐呢，其实啊，曾经来过台湾，尹尚贤没有来过台湾吧？네，有机会真的非常的欢迎啊，两位能够到台湾来走走啊。그럼요예。那这次呢，是因为呢，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绝不认输，所以呢，我们要请这个男女主角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啊，觉得自己在这个剧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先请这个崔智友来介绍，因为他在里面蛮强悍的哦。예안녕하세요전직원은못살아해서이은재역을맡은최지우입니다굉장히당차고댕댕똑똑하면살말다하는데집안일에서만큼은굉장히털털하고지저분하고그런역이에요나윤상현의这个角色呢？안녕하세요직원은못살아해서연영우역할을맡은윤상현입니다아연영우역할은되게깔끔한변호사고와이프를되게사랑하고배려해주지만또할말은꼭하고넘어가는그런꼼꼼한변호사역할을맡았습니다네对啊其实我一直在观察就是你们两位的这个私下的互动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已经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了啊应该是戏结束然后两个人也变成很要好的朋友了是吗네너무편한에오빠가됐어요되게되게좋은동료가생겨서너무좋아요对啊因为以前还没有合作的时候我听说尹尚贤是崔智友的 fans 那能够跟 fans 一起演戏演夫妻然后最后又变好朋友就觉得那种感觉很幸运아저는아처음에최지우씨하고연기한다그래서되게영광이었고아되게대단한사람인줄알았어요근데대단한사람이아니더라고요그냥옆집여동생같은그런친근한그런친구더라고요털털하고성격좋고착하고이쁘고那所以很大大大的个性基本上跟在戏中就蛮像的哦所以崔智友私底下跟这个剧中那种比较大大大母老虎的角色大概有多大的差异这样글쎄요저같은경우는뭐극중에서만큼그정도로지저분한건아니지만 그래도집안일잘못하고요 음식잘못하고그리고또그렇게까지막할말다하고막따지기좋아하고또그런성격은아닌것같아요그러니까약간은비슷한것도있고또많이틀린것도있고네所以啊其实在这个剧中啊两个人啊只要啊他们好像就是我看到就是相似然后一个月左右就闪电结婚对所以现实生活中会考虑像闪电结婚这样的事情吗그럼요예스피드결혼가능하지요왜좋아하면가능합니다한달만에요 한달만에가능합니까가능합니다가능합니다네가능합니다저는가능안합니다 很不一样对但是其实在这个戏里面我们还有发现就是说因为他讲到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有没有因为这个戏演了以后反而觉得对结婚这个事情有一点 会怕怕的这样저는결혼에대한두려움이좀생겼어요이거이드라마를찍고나서만약에진짜결혼을했는데여자가연애할때는안그랬는데결혼하고나니까그런모습이자꾸나타나게되면이혼도생각하게될것같아요진짜네최지우씨저희드라마에서전에끝나고나서그나마가장큰교훈을얻은게너무그사람은자기한테바꾸려고만하지말고그사람이있는그대로받아들이는게가장중요하더라고요저희드라마도그러게약간주제였었고그래서무조건뭐저한테맞추려고하는것보다는그거를좀있는그대로좀받아들여주는게그게좀약간힘들면서도예중요한것같아요看来两个人演完这个戏以后呢也都蛮有收获的哦不过在戏中因为崔智友不会做家事那现实生活呢就是会做家事吗집안일은내가잘해요내가哦真的那会做料理吗요리잘하고빨래뭐청소그런거되게되게잘해요정리정돈같은거되게좋아해요所以如果这么厉害以后就结了婚如果太太是女强人在外面工作然后你在家里做家事这样你可以接受吗哎不行바
반반씩 똑같이 해야 돼요. 반반씩. 어, 因为我在戏中啊，看到他们还有那个才艺啊，比方说在戏里面，我有看到尹尚贤有唱歌。哇，那尹尚贤可以今天为我们稍微来唱一句吗？그리워하면언젠가만나게되는어느영화와같은일들이이루어져가기를哇，唱得很好哎！呀，欧巴呀！平常我们在剧中啊所认识的这个崔智友，我们比较难想象他私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原来是一个大辣辣的人。那有没有一个啊私下很喜欢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兴趣这样？哦，촬영없을때는극장가서영화보는거굉장히좋아하고요또공연같은거보는거죠왜냐하면제가못하는분야에대한동경이있어서그런지저뮤지컬공연사실되게좋아해요예보는거예여행가는거좋아하고那尹尚贤呢私底下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从事的活动저는등산좋아해요예 등산좋아하고이제산에갔다와서이제사진을이제찍은걸집에와서이제다시이제그림으로이제남기는거그렇게所以呢真的是这个很有才华。好，那我们今天呢除了做这样的一段访问之外我们呢在这个节目中也会为各位来呈现一段精彩的内容，所以请各位继续期待我们在旧山JK会有尹尚贤还有崔智友，所以请你千万不要错过。